今天安排吃肺鱼，现在他们是吃点心了，他们是饿了，自己煎了几个鸡蛋。又你又是啥图啊？又用手上啊？他们现在也习惯看一下泡茶了，这个也是，让他们吃一点吧啊，等一下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晚餐，鲱鱼啊，鲱鱼大餐。Evening 也要来拍个照，发发朋友圈啊，这个还是活的啊，粉丝们期待一年多的鲱鱼大餐，我也不敢杀啊。Evening you cut 一，大小合适，还是活的，我们开工了啊。这个劲很大的啊，还要小心点，不要咬到手了。我们开工搞这个鲱鱼，看他们怎么表演，让他们来做一下啊，我们从旁协助看一下。哎，这教我啊，直接剁头的啊，看一下他现在这个肉有的时候还会动一下，看一下这个鱼，你看不得了啊，这个生命力太强了。你动了木，他们想挂一下这个鳞，你看这个肉的话，你看看啊，还会动。哎，说实话我一直以为这种鲱鱼是无鳞鱼嘞，你看它这个鳞片也不小的，看一下割下来的这种的，跟这个有鳞的鱼一样的这么多，只是之前没吃过，还真不知道。一条鱼不够，下午幼宁过来的时候还专门带了一只鸡，整理一下直接煲汤了啊。那幼宁在那里刮，第一次吃鲱鱼还不知道啊，还是有这么多鳞片的。看一下这个肉质还是很好的，又新鲜的。之前很多非洲的粉丝也说鲱鱼肉好吃的啊，我们把它腌制一份做红烧吧，看一下。他们说 ，Uni you cook chicken, me cook fish， 但他们要自己做。本来说想煲点汤的啊，直接现在搞点汤，看一下他们怎么做嘛。Too much， 太多了。看一下他们做，啥都要准备一点，烧了一点鸡汤，你看他们加了点水，估计这样焯水一下吧，但是水太少了一点，他们说够了，反正按他们的意思做鸡肉啊，鱼肉腌一会儿，我们再红烧啊，还要翻一下啊，幼林收拾到这里了，搞得乱七八糟的这一会儿。加了点盐，看来他们是把顺序搞反了，我们估计是把调料放好在这里焖煮，他们是用水先把它煮熟了以后，估计再加这些准备好的这些东西，放油之类的啊，不起锅啊，直接加油，感觉它跟我们的做法还是差别很大啊。之前也很少像他们这样做过鸡肉的，要么就是油炸。这个也相当于是用油煎了半天了，哎，我这个鸡汤就压好了。哎，把这些配料，估计还要加点水，看这样子。You also add this tomato。对，还要加西红柿。所以说他们的做法跟我们还是差异很大的啊。不过也弄了，焖了一会儿，再煎了一下，应该说还是有些味道了啊。
差不多了，加一点水焖一下，反正也算是见识了一下他们当地做鸡肉的方法了啊。日常过的人还是要尝一下啊。搞完了我们就开始做烩鱼，来加一点，这个应该是非洲版的红烧鸡肉了啊，等下尝一下，闻起来还是有这个味道了，洋葱啊，西红柿啊，那种青椒啊，还有胡萝卜，什么都有的。Good。Good, too much. You just. No, wait. 等一下再尝了啊。看一下他们啊，拿着手机也在拍。我们已经把这个肺先煎一下啊。热锅。应该不会粘锅啊，做了好几次的了，加了一点这个大蒜洋葱，这边还能买到这种大的青椒的啊，市场上面这个肉质看起来还是有这么鲜嫩的，煎的还可以啊，一点都没粘锅，等一下看一下成品吧啊。看起来确实比较鲜呐，让它焖一会儿，正宗的红烧鱼块了，相当于是。起锅，还是有点，看一下啊，颜色稍微浅了一点点，把那个汁收一下，开大一点。等一下好不好吃，就看等一下尝一下了，估计不会差啊。他说这算孤单，这英林他们刚刚也是全部拍着发 TikTok 吧，这边是粉丝们期待已久的肺鱼大餐，今天终于给大家做出来了啊！我刚刚尝了一下啊，其实我给我的感觉这种肺鱼就那种水煮鱼片啊，或者是那种酸菜鱼片之类的，哦，鱼片呢好一点。像这种红烧的话，感觉上没那么好。但是今天这个大家看到的还是比较鲜嫩的啊。下次我们搞个肺鱼，还继续这样搞一下啊。看一下他们两个，他们的这个红烧鸡块吧，把这个汤要全部加进来。Uni, add this one, this soup.这个汤也可以的啊，都在拍，都要么自拍一下。他们这个红烧鸡块啊，主要是太大个了，焖的时间煮的时间又短，里面就比较硬一点，不过外面的话味道还是可以的啊。其实这个肺鱼之前也是同事在一起不怎么吃，你今天看一下那种肉质的话还是比较鲜嫩的，然后做出来味道还可以啊，今天要把它干光。鲱鱼没吃完，鸡肉吃完了，因为你肚内个有意思，吃了两个鸡腿啊、哦、一年多了，今天终于把鲱鱼端上了餐桌。其实之前也可以尝试，只是说这边的那些同事不想吃的话就没去尝试过这个东西，反正很多非洲的粉丝也说啊，这个鱼还可以，确实的话感觉上肉质比鲢鱼也还是要好一点的。很多粉丝估计要问今天怎么踏这个出境了啊，反正自从上次我拍了那个视频之后基本上他也没怎么过来了，不过你看这个月的工资都已经付完了，所以说后面我也没找什么保姆，偶尔叫尤宁下班了或者周末过来收拾一下，今天也是尤宁叫他一起过来的，也没让他回去了啊。反正决定的事情也不用过多的去纠结，
啊，至于什么原因，上次其实评论区里面也有猜中的，啊，我这里就不细说了嘛，反正就是发片这个事情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啊，喜欢的点击关注，拜拜。